水饺火锅不费，一个人只要28块吧。走走，我们去吃了。重点在这里，有4种不同的水饺，全部无限任吃。放麻辣糖就变成麻辣水饺。最近在小红书看到 Godda Damasa 楼上有一家很特别的中国水饺 buffet， 就在麦吉布楼上。听说这里有300种食物任你吃，一个人只要28块吧。不懂是不是真的？走，我们去看看。真的真的，你看，水饺火锅 buffet 一个人只要28块吧。走走走，我们去吃了。重点在这里，有4种不同的水饺，全部无限任吃。有猪肉大葱、猪肉香菇、猪肉白菜。拿多一点。我会买这水饺，至少一颗要快半哦。这一盘应该值回票价了。想不到这边还有这么多的熟食，有炸的，哇，这个狮子头、卤肉，还有一些中国菜、口水鸡，哇，这个煎饺。这边有很多火锅料，有海鲜，有内脏，还有我最爱的鸭血。哇，你敢相信吗？午饭竟然有无限任吃的鲜虾鸡肉火，不止这个，还有鱼火、牛肉火、猪肉火。这边有丸类、猪肉片，这里是蔬菜，记得不要浪费食物。明白。第一次看到午饭有这么多酱料可以拿，这里算一算至少有超过10种哦。我喜欢吃甜的，放一点花生酱，再放一点芝麻酱。饮料无限任喝，还有无限任吃冰淇淋。拿了满桌的菜可以开餐了哦。猪骨汤是免费的，其他另外加钱。我选了猪骨汤喝麻辣烫，第一次吃水饺配火锅。你看水饺浮起来了，还有点半透明浆就代表熟了。放麻辣烫就变成麻辣水饺。啊，真香，哎呀，一口包子哦。这个是韭菜鸡蛋的，试一下猪骨汤。水饺不点酱，香味少一半。猪肉馅的这个很香，下各种海鲜。猪肉片无限任吃。点这个我特调的酱，简直一流。里面有一整只虾，内脏无限任吃。好烫，这里鸭血还活过豆腐哦。喜欢吃水饺的话，赶快来这边实现水饺自由。